你去分什么新纳粹去细分这些东西，你跟美国那些在那边分 LGBT 分这个群那个群有什么区别呢？脸哥，我就看你的视频，我发现你这个视频，你经常批判西方，但是你好像这个你很少会批判新纳粹主义这些 MAGA 什么这些，你没有了解过吗？我不太在乎啊。你问问我知道。哎，这个我。我不太在乎美国人怎么在美国怎么 MAGA 或者怎么样，我不在乎这个事儿。那是人家的内政，我批判他干嘛？我神经病啊！不是，我手伸的太宽了吧？我什么时候老么批判西方了？就是我批判，我要批判也是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感觉这种怎么说，就 MAGA 这种祖国家庭这种保守主义正在侵蚀我们整个中华的文化体系。就是我一上网，我就总感觉那中国网民个个都非常极端，就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极端了？就是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比如说，外国的一个，我看过就是一个，就美国那些红脖子团体吧，撕一个同性恋彩虹旗嘛，然后评论区你们都在叫好，那我就觉得奇怪了，你这个东西，你这个 LGBT 本身是美国资本西化左派的一个产物。那对吧？你不，但是你就很多人支持这个红脖子就支持右翼去了，我就很无法理解。不是他支持思琪不能支持吗？这事儿不是你这不这马嘎他非常反华，我搞不定他们为什么要不是他反不反华我不管，我支持思琪这个事儿不行吗？反正我是无法理解，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奇怪这种情况，就是你有一群就看到俄罗斯都那个俄罗斯反击乌克兰被攻破，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刚才讲红脖子对吧？对。那个就是美国整个一个国家就是都是反华的呀，你为什么要去细化它是红脖子反华还是白左反华呢？哎，整个国家白左不反华，白左谁跟你讲白左不反华？谁跟你讲的？不是那个真没有，你给我举别举几个白左反来白左反华，不让中国人吃肉是不是这些环保组织搞出来的？啊，说我们中国人用筷子破坏环境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这个环保组织搞白左环保组织搞出来的？我说的是整体上白左稍微好一点，但是它整体上你好，你这不就是在粪坑里面的矮个里面把包括了吗？巴勒斯坦嘛，他比较反，他比较不反华，他比他更反华，他本质不都是反华吗？这个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可怕地方在于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因为 LGBT 它和我们的文化是不相容的，我们不支持他们，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来就不支持。问题是，但是红脖子听讲就是那个姐。就是红波斯他这种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这种事很难，我们反帝反封建啊，我们不是反帝反封建吗？对，但是他这东西不容易反，怎么不容易反呢？对，但是很多人不懂啊，很多网上人不懂，因为他这个 LGBT 看到就不会觉得很恶心啊，好恶心啊，这种事情。你重点在于说，我就问你一句话：红脖子去撕他的美国的国旗是吧？他撕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不是美国国旗，还要撕的是左翼旗，他们撕的是彩虹旗，关我们什么事？不是，他这个背后的影响是很恐怖的。这个就是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B 站对于美国总统向来都是批判的态度，但是你搜特朗普的话，你会可以看到很多特朗普的正面方向剪辑，什么美国的最后总统，拯救美国工人的人，这非常可怕。就是说舆论战，这可怕怎么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他舆论战产生另外一种方向，一方他有两舆论战，美国现在舆论战有两个方向，一方就是白左的 LGBT 文化侵蚀，这是简单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MAGA 那种红脖子帝国主义思想侵蚀，现在我们就是疏忽了红脖子这些帝国主义思想侵蚀，对吧？你搜特朗普，你可以看到很多特朗普正向的剪辑，什么拯救美国工人，那很搞笑嘛。那他那当初他怎么反华？他反等你要搞清楚一点，他不管你剪辑的特朗普这样那样这样的剪辑任何事情，人家是不是围绕他自己国内的事情？不，他们是真的喜欢特朗普这群人，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喜欢特朗普，喜欢特朗普，宣传特朗普，跟特朗普在他们自己国内实行什么政策？我再换你说，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不是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但是我总感觉就有一批人，他们马上会成为中国的一群新纳粹分子，他们非常有潜力。能怎样？他跟这群人在这群人在，你我请问你一句哈，经历过严打没？什么严打？什么是严打你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黑帮是吗？不是，就是是我知道，就是那以前那些退休党团是吧？你的担心在我，你连严打都不知道吗，兄弟？就是我知道，就可以退休，我知道退休党那种。你的这些担心，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国家有没有滋生的这个土壤？不好说啊，这些人不好说，谁跟你的？不是。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今天你想要，你我就说你好了，你想要搞，你怎么搞？不是，我们这边我们大城市当然是没这个风险了。你再想想看，你说偏远一点的，什么西北这种地方，我去过西北。你与其去担心什么，就是、你与其西北那边你就更不要讲了哈。早期有发生过什么事件，你可以自己搜一搜。我自己知道。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就是、你与其去担心，你与其去担心什么新纳粹之类的，你还不如担心我之前讲过的那个什么宗族之类的吧，好不好？你这个对，这个都比你说的，这个都比你说的美国的什么红脖子来的更破气，更破气，好吧？那个姐，你记住那个好地方，因为宗族这个，所以我当时宗族跟你说的什么 MAGA 啊，什么东西，它是不搭嘎，理不理解？你就如果就连中国，连宗族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都翻不起什么风浪，你理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吗？对，但是姐，你说什么 MAGA 什么新纳粹？姐，你上次不是说这个女性不是长期时间是在被男那个在古代是被男性压迫，不要再让我对吧？不聊性别了，你不要把这个两个不聊性别，不聊性别，我说就是 Maga 这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疏忽了。就是说你们就是爱国博主，他们总是会批判拜登那些白左政治。不是你不管是什么，你不管是 MAGA 也好，你是新纳粹也罢，你是宗族也好，你最后是不是要出现暴力事件才行？否则我管你什么思想呢？那我就问你了，所以我才问你，你有没有你了不了解我们从建国前期一直到现在，我看过处理过什么什么事件？你如果说但凡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就会知道你所谓的那些对思想在我们国内是没有实施的土壤的，理解吗？但是万一这个以后说不好，那种什么没有什么说不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主要是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哈，我甚至可以说，哎，说不好哪一个那个核武器哪个国家就发射了呢？不是，怎么办呢？以前不是有很多，你要是担心这，你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当警察去维护社会治安去，行吗？我当国家地铁，这个没有什么，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的好说不好，就是以前不是很多公司嘛，如果公司他们缺粉丝嘛，你先闭嘴，他们以前那些以前可能是美国的自由生活，以前的问题对不对？你先闭嘴，现在都被我们以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凡是有出现过群体性事件非常大的那种所谓的爆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有处理经验过来的。我现在就跟你讲，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啊，不这个不一定那个不一定，当然什么都是不一定的呀。你要照你这么讲的话，那核武器都不要，所有人全部销毁吧。你敢保证哪个国家以后未来他妈不会吃疯了满世界发射核武器吗？哎呦，不是，因为你这种就是你的担心是没有任何事实。我说是网上这个舆论的问题，因为你以前西方吹捧。你公司吹捧西方自由生活被我们掐穿了，不是你网上舆论有这个没有？网上舆论有现实的土壤没？你一直讲网上，它有现实土壤没？那我们做的，那你们做的不都是网上舆论的那种服务吗？对啊，我们做的是网上的舆论。然后你刚才讲什么美国的 MAGA 这样那样，人家国家的内政不是什么事？听我讲嘛，我害怕这个问题在什么？因为你的害怕没有任何的依据，懂不懂？不是你这个害怕。以前公司他们喜欢吹捧西方自由生活。现在换了一批人来吹捧 MAGA 的一些什么暴力行为，这些公司现在不是臭大街了吗？对啊，臭大街换了一批，现在有新公司啊，比如说吹捧特朗普这种右翼民粹，煽动什么一些暴力啊，什么专用一些暴力视频什么的，那什么 MAGA 共产党啊，能怎样呢？能达到什么目的呢？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和公司的目的是一样的嘛？什么目的？兄弟，我就你说了这么多，你要干啥？就是我们互联网还缺，在美国舆论战上面还缺乏一个关键。就是对于美国这种新隐藏起来的纳粹势力，我们看不到、啊。等你来补充这个缺陷的，行吗？你来肩负起这个责任吧，行吗？你真高看我。你都说是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猜测。不是，他们把新纳粹隐藏在这个爱国爱祖国这个概念当中，比如说什么 MAGA 放视频说什么，你看，我已经都跟你说了，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要在现实当中引发？我不管，我都讲了，我不管你是新纳粹也好，还是你要推墙也罢，你要干嘛也罢，你是不是在现实当中你要能够引起效果，能够引起人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你去分什么新纳粹分区分去细分这些东西，你跟美国那些在那边分 LGBT 分这个群那个群有什么区别呢？我就不懂，从网络对现实有影响造成影响的这种行为，它有这个土壤吗？它没有。你今天讲新纳粹也罢，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你去看看过去是吧？网络上所有煽动想要造势这样那样那样的人是怎么，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凭什么到了你的新纳粹这边你就能行了？不是啦，不是一样的问题吗？我感觉你这个话术就是忧心锁，知道吧？
U 型锁不是 U 型锁 ，U 型锁那事儿处理的还不够狠吗？那个人不是进去了吗？主要是现在这些你讲的就是零碎嘛，这就是零碎嘛。在网上你搞什么那么什么新词了，什么新型纳粹这个那个，我就讲一句话，就是想要在网上通过舆论，你从而对现实产生影响，对吧？引发一系列的事件，换汤不换药嘛，你给我搞那么多什么新名词来干嘛呢？是不是就有意义吗？你这个行为不就跟美国的那边哦，这个群体问题那个群体问题 LGBT 搞出来了，什么黑人命也是命是吧，什么环保有任何区别吗？我不是，我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我认为 LGBT 也好黑人都好，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同志的人，这都是可以团结的人，就是白人不是你爱团结就团结吧，别给人污了污了了行不行，真是挺烦人的。团结这个团结你团吧，我说了，哎，你有什么担忧或者怎么样，你自己问啥呀，舆论战场上又怎么怎么地了，有什么缺陷那你去补去，你像我长脸一样是吧，你自己亲自出来做就完了呗，你跟我说这干啥呀，啊太烦了啊这个。嗯，